启示录第十二章一节，天里显出大异象来，有一个妇人人，身躯穿日头，脚踏月，头壳戴十二粒车的冠冕，伊怀孕伫生产的艰难中，痛疼呼救。三节，天里阁显出异象来，有大尾红色的灵，七个头，十二角，七个头壳戴七个冠冕。伊的尾破天顶的车三分之一坠落地，灵就徛伫迄个将要生产的妇人人的面前。等伊生产了后，要吞食伊的囡仔。五节，妇人人生一个查甫囡仔，是将来要用铁拐啊管辖万国的。伊的囡仔就带到神宝座下，妇人人就走去旷野。伫遐有神甲伊预备的所在，予伊伫遐得着养饲1260日。七节，伫天里有征战，米迦勒带伊的天使去甲灵征战，灵也带伊的天使去征战，并无得胜。天里无阁有因的所在。九节，大灵就是迄个古蛇，名叫魔鬼。个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伊受迄滴地里，伊的使者也甲伊受迄落。十节，我听到伫天里有大声音讲，咱的神会救因、关联、国度以及伊基督的冠冕，现在拢到啦。因为迄个伫咱神的面前，明日控告咱的兄弟的。已经受迄落啦。十一节，兄弟赢过伊，是因为各样的血，甲家己所见证的多。因虽然得到死，也无疼惜生命。十二节，所以这个天，甲徛起伫迄中间的，你拢快乐，只是地甲海有灾的，因为魔鬼知影家己的死无偌久。就大生气，会落到恁遐。十三节，恁看到家己受迄滴地里，就逼迫迄个生查甫囝的妇人人，就有大鹰的两只翅束缚妇人人，予伊飞去旷野，到家己的所在，离开蛇的面前。伊伫遐得到养饲，一季后，两季后，半季后。十五节，蛇就伫妇人人的后面，对嘴吐出水来，亲像河一样，要将妇人人冲去。地却帮助妇人人，就开嘴吞了对灵的嘴所吐出来的水。十七节，灵对妇人人生气，去甲伊己的囝儿争战。这个囝儿就是迄个守神诫命。为耶稣做见证的，那时灵就徛伫海边的沙顶。